叛徒任务失败，追兵已至，必须从速脱身。 地势开阔，需提防流矢伏击。 神尊在我临行前赐我几株神草，可暂时压制我的伤势。 这里。
神木斩！来吧！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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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束手就擒。 来吧。 威仪天魂， 束手就擒。 剑诛邪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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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时间紧迫，需尽快结束战斗。
像只老鼠一样偷盗着，竟还敢口出狂言，真是笑话。看来你还嫌自己不够狼狈呀、啊。见诛邪，万箭诛邪。演播权乃魔界禁地，那些魔必不敢闯入。我所剩灵力已不足，无法再用春姿剑破界穿越回神界。神魔之间又有魔尊重楼把守，难以逾越。所幸你到演播，我可以从泉眼走九泉灵脉返回神界。只是演播如此重敌，竟无拳手守护，颇不寻常。这些壁画似乎是记录着当年三族大战之时，当年为争夺九泉，三族历经千年风雨。兽族败北，蚩尤率残部开辟九幽通道，蜕变为魔，休养生息，以待向神族复仇。后为苍生安宁，三皇立誓，三族中先兵者共击之。林行前，敖虚神尊曾言，此番行动乃是铲除神界叛逆，并非违背三皇之神。天魔女魁羽不愧是叛神之首，我此次失手，只怕短期之内已无良机。先回神界向敖虚神尊复命，再做定夺。
严伯不愧是地脉之火源头，果然酷热无比。一路走来并未遇到阻拦，魔族居然在此毫无设防。
结界就在前面。好险，这帮凶兽真是越来越猖狂了。巧玲，没受伤吧？凶兽跑得再快，也没有我的巧玲飞得快。好了啦，今天辛苦你喽，回去多喂你几颗灵果吃。过这片树林就是平溪村了，昏明树门前可以先去村里逛逛。是妖怪，怎么回事？这里明明在防护法阵内。不能让妖怪侵入村子。平日温和的山野精怪为何如此暴力？这是发光的果子，似乎蕴含很强的灵力，是某种灵果吗？从未见过这种果子，是从哪儿掉落下来的？光变亮了，总觉得好香啊！哎呀，我怎么迷迷糊糊地咬下去了？这果子来路不明，万一有毒怎么办？还好没咬破。这果子定非凡物，还是带回去让爷爷鉴定一下吧。天师门设的结界一向可靠，但山野精怪却突然出现异常，看起来像是被魔化了。外面凶兽越发猖狂，最近村子里又迁来不少避难的百姓，要是连这个村子都不安全就糟了。等下还是在结界内巡逻一下吧。检视要做，先不要到处乱逛了。还有要检视要做，先不要到处乱逛了。
还有药检事要做，先不要到处乱逛了。应该没事了，先回村子吧。凶兽老不出，我出去抓鱼都是提心吊胆。村里似乎比平常热闹一些。对了，明天就是初一，是集市的日子，所以才这么热闹。正好有封彭大叔侄儿托我带回来的信，既然已经到了这里，干脆现在给彭大叔送过去吧。多吃点，明天多来几。彭大叔似乎不在。向周围邻居打听一下吧。正业，西西村的这门手艺可不能丢。没有交易，做不了糖糕，小蛋子他们这下可要失望了。哎，算了算了。做不了糖糕，小蛋子他们这下可要失望了。哎，算了算了。没有交易，做不了糖糕，小蛋子他们这下可要失望了。哎，你怎么整天不务正业？你是不知道啊，就我家那位。小豆腐怎么还不回家？你是不知道啊，就我家那位。哎，奇怪了，明明放松。
来。担子他们这下可要失望了。哎，算了算了。你怎么整天不务正业？平西村的这门手艺可不能丢。瞧一瞧，看一看呀，这不是亲叔吗？好久没看到你了。于婶，您最近好吗？都好，都好，一切都好。哦，对了，哈，老彭啊，我估摸着应该是去进货了吧？青叔，你找他有什么事情吗？哦，他的侄儿托我捎来一封信，让我亲手转交。哎呦，那他一般可得去，要不你先在村里逛逛，或者晚些什么？明天不是又开集市了吗？大伙儿都忙得不可开交，我这也是刚进了一批新货来。青叔，你有什么需要啊？那多。瞧一瞧，看一看呀！你怎么整天不务正业？平西村的这门手艺可不能丢。哟，这都卖给婶婶啊？瞧一瞧，看一看呀！你怎么整天不务正业？平西村的这门手艺可不能丢。天气也不错，晚上这会儿爷爷自己做一杯茶呢。像你可别瞎说啊！你拿了我的钱，凭什么不给我踏雪去买？凶兽了，光头就有三个。哦，对，你瞎说，明明是两个头。哎呀，你俩喝多了，明明是一个头。